现在呢就在合欢山的五岭这边了，你可以看到呢现在已经没有在下雪，但是气温非常的低，而且能见度也很低，其实是雾茫茫的一片，很像是银白世界。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我脚下这个雪呢其实是积雪，你看哦，这样小心踩下去，哇，这个雪是这么高。那也可以看到旁边呢这是汽车碾过的痕迹，汽车碾过之后呢就会雪有一点点融化，它会出水，所以呢地板是非常的湿滑，开在上面呢是很危险的。刚刚呢警察也出动来管制交通呢，希望这个交通可以顺畅一点。那么因为呢稍早其实有出现一些车祸的意外，那么现在呢警方表示是陆陆续续呢因为车辆下山呢，所以呢现在的车流量是算是顺畅的。但是小朋友其实没有在管这个了，我们可以看到小朋友这里有两个小朋友，他们是从彰化来的，现场有看到一整排的雪球，大家要准备干嘛？打雪仗了，预备备开始。哦，打到脸，打到脸了。你们从哪里来的？彰化。彰化会不会冷？会。喂，怎么特地来？爸爸妈妈带你们来？对呀、啊。因为放寒假了。然后很冷。很冷。我们可以看到小朋友，他说真的很冷哦，不过也玩得很开心。这一次呢，他们可以上山来赏雪，虽然是说很冷，但是呢，真的玩得很值得。但是我们也在这里也提醒观众哦，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哦，因为地上真的很湿滑，所以要上山下山呢，大家都要小心自身安全。